谁？我们是来给你沐浴更衣的。啊，走。干什么呀？不要推我呀。干什么？啊！你的皮肤太干燥了。来，我你的头发也太干了，我呀给你养一养头发啊。要不然我就把你打昏过去。你乖乖的不要乱动了，就这样仔细的擦。他的脸有点长，这个发髻要给他往后梳。给他化妆。是。你是谁啊？是你啊？你又想干什么？我喜欢你，我要娶你做我的小妾。古代人都这么说话的吧？你怎么想的呀？你又想怎么对付我啊？我是认真的，我想过了，从来没有一个女人像你在我面前这么放肆，也从来没有一个女人能让我惦记这么久。既然我们有缘，我就让你留在我身边。再联系。喂，站住！难道我还配不上你吗？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啊？我是八阿哥，皇上的儿子。我知道啊。那你又知不知道，不是所有的女人都像你想象的那么肤浅啊。很多东西是钱和地位买不到的。什么东西啊？真情。什么是真情？你看你笨的连什么是真情你都不知道，跟你说也没用，走了。哎哎，不许跟着我啊。